斧头。What the？ 这好吓人了，连那个兔进去了吧？今天吃的是小兔头，小兔头比大兔头便宜。你吃不了几份，我来吧。没吃过的可以拍四只的，四只小兔头39.9。哇，我用给你了，你别抢了。这好好吃啊，辣辣的。你最近是不是看啥都不弯的？我感觉你，你这空气炸锅真耽误事儿。啊，好辣哟！我不弯了，我一点都不辣。这个我吃吧。哪方我吃？我吃吧这个。麻花。这能吃的地方特别多，你天哪！你们买到家之后，一定要吃的特别干净啊，家人们。边边角角都是肉，你先别抠这个了，你给我换下一个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媳妇完了。